怎么样？这个环境是不是看着就很……谢谢卡酱的糖果，小五在这里。是这样子的，因为要给大家直播，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同时看到这个和这个，所以我只能这样的方式了。晚上好，现在是，哦，对，现在已经是11月了，晚上好。嗯，我的眼睛戴了一天太不舒服了，然后就卸了，现在是在戴眼镜。11月快乐，11月快乐，晚上好。好，Sam 晚上不断电。我们中心晚上如果断电的话，那会少很多鸡腿吧？笑 Sam 晚上要直播，怎么能断电啊？对不对？嗯，我这样脖子受不了，所以我播的时候我会看这儿，我不会看大家的，放心，就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然后我就要开始敲键盘了。谢谢会刹车的星星的八个荧光棒，谢谢。我在想该放什么歌听，对。嗯哼。谢谢403号尼古拉斯巨兽柯基的玫瑰花，11月快乐，晚安！谢谢不追男孩的糖果，谢谢小小青的荧光棒。没做好准备的话，先别连麦，连什么呀？信拿到了吗？还没有，还没到我手里。哪有嗷呜嗷啊？我这边的弹幕显示的并不完全，我只能看到403号尼古拉斯巨兽柯，连鸡都看不到。谢谢悠悠离哥的万圣夜，谢谢阿泰的玫瑰花，谢谢，谢谢碧琪锋芒的奶茶，谢谢大家。晚上好，双十一付完尾款睡觉了，好。白色鱼丸晚安，小心连麦，小心小心，好。谢谢白色鱼丸的荧光棒，谢谢狗腿子的巧克力。剧场 staff 要过几天才会给我，哦，这样。什么叫首尾呼应？你展开说说。啊，我跟林姐吗？林姐不是说她被粉丝要去看别的肖像这件事情，就是打击到了一点点，那什么就是破防到了嘛。然后我也是啊，我也因为人家催我睡觉是为了去下一个肖像的房间而破防了一点点。谢谢一尘不染冯小胖的恶魔头饰，谢谢董大师的荧光棒，付完双十一尾款，这个月靠西北风活着。我回来了，为什么？那没事儿了，早点睡，早点睡，看来不太可能，因为我可能还要打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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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小五长这样，嗯，11月快乐，没有，博仔，哎，rabbit，晚上好，我要产粮吗？我不产粮，我这个封面纯粹是搞笑的，大家进来之后会觉得。文题不符，但是这不重要，因为反正我打字，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大家可以就把这个键盘声当做是你的推，不是你的推，你的太太，你喜欢的太太在哒哒哒哒哒，然后就会给你睡眠一种非常安心的安慰感，就让你觉得嗯，可以安心的睡觉这样的感觉，对，就当是你喜欢的太太，可以放一下音乐吗？对的，我是在挑歌单来着，现在正在挑歌单，加推键盘了，这也不必吧？嗯，哼哼哼哼哼哼。但是，打算播放一些比较熟悉的。小五好多蝴蝶结啊，是哦。来说个晚安嘛，尤里哥晚安。要睡觉了是吗？晚安哦。手机和键盘双任务，他太厉害了。四八最酷的仔，晚上好呀。啊，好困，我也好困，我现在。我这么放，大家能听到吗？这个声音。又要开始早八人的一周了，是哦，嗯，好苦的大家，辛苦了，OK，我开始啦，谢谢金色的星星的荧光棒，对，纯音乐，非常纯，这个非常纯什么东西？谢谢金色星星的七个荧光棒。是键盘侠，好，
游乐园，拜拜。今天屏幕贴也很好，状态不错。我被连麦了，你们说我要接受吗？你们说我要接受吗？啊？有人送礼物是什么东西？好可怕！接你们。这个直播现在连麦是个什么状况？我没有看口袋什么活动呀？啊，没来得及，去掉了。晚上好 ，PK， 我只想安静的回个翻牌，是什么情况？连麦就会 PK 礼物值？活动0:10是不是就结束了呀？什么情况？我们。的荧光棒，我何止气势压住了，我觉得整场都压住了。哈，还真的有这个赢不赢的东西啊！我以为什么标志也没跳出来就不算在打架，原来就是只要连上了就在打架了。这太可怕了吧！这什么玩意儿？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可怕了。
我没有看到有飘屏，就是我看开了跟普通的连麦也没什么区别，是吧？就很可怕，输了要惩罚他们。他们，我看他们脸上那个胎记，该不会就已经是惩罚的结果吧？他们要是已经被惩罚的话，那也太惨了，我们就不卷了。就感觉他们已经被惩罚到了，连上就是卷，是的。OK，我们继续。我早知道，对，我早知道今天应该开一个那个不连麦的那个东西来着。一些紧张刺激的 PK 过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些宁静祥和的时光。我可以谎报礼物骗对面观众，不是，这个活动才出来多久，你们都已经钻研出来玩法了是吗？你们都已经钻研出来该怎么玩了是吗？你们太可怕了！谢谢风雪夜归人的糖果，谢谢，谢谢，好久不见。怎么会社死版的？怎么突然？本来也就两天，就下午出的。那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二号，行，2号之前你们看不到小五连麦了，太卷了，这个东西也太有点那什么了，我觉得一点点让我有点 care 的，我把屏幕推出这个画面里面，不然我怕你们的隐私被泄露。你也可以不报，让对面觉得已经赢了。我最擅长做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事情了，或者假装我心理战阿 Q 的事情，我很擅长。谁好像回复翻牌呢？一般会首先点开翻牌。对，点开翻牌，然后开始回复。我的蓝牙该不会断开了吧？啊，这位朋友，我正在回复你的翻牌，我就到小尾巴，我正在回复你的翻牌。我现在就回复的正好就是你的，好神奇。好，董大师，拜拜，晚安。这种感觉还挺神奇的，你们可以看我直播回复的，就。看我当时的敲击键盘沉思的这种停顿，对，很神奇。
是两个人的关系里。感情可以是非常炙热，但是生活听取我的想法，毕竟生活还是你自己的呀，嘿嘿。第二条，首先要把它剪切裁剪成合适大小，这样才能放在备忘录里面看到。OK， 裁剪完毕，跳回备忘录的页面。然后插入刚刚剪切好的图片，世界上总有些人在阴影中支撑着秩序正常运行，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至于你说，但是说实话，大家一般都是说希望不要再熬夜了，说佩服阴间作息的你，真的倒是真的很少，哎，嘿嘿嘿。对我来说，偶像是工作，也是梦想，而且这个转从毕业到工作的转变，其实还挺猝不及防的。我算是被水推着一路跌跌撞撞前进。来到这里，
至今为止整整一直觉得自己像是河流当中顺水而下漂流的小石子，能说的恐怕只有顺其自然，并且认清自己了吧。不要因为水流湍急而妄自菲薄，也不要因为途经溪水潺潺而留恋忘返。无论环境怎么改变，对于自己要的和自己本身，一定要有清晰的定位，这样就不会轻易的被环境夺走珍贵的自我。适应转变，我感觉适应转变其实不是一件怎么说呢？我觉得适应转变其实不是一件需要思考如何改变的事情，而是一件需要是思考如何在改变之中保留重要的自己。这个很重要，请一定要请加油。唉，有的时候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话，其实也没必要。生活是大家自己的，站在我的角度说，一定要做的事情，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必要的，对吧？我为什么突然就好热？我好想开空调，开了。找个东西垫手腕吗？有了，充电宝。啊，不过烟火给我的充电宝，我还没有。好奇怪，算了，这个感觉。等等，我动一下手腕。下一条翻牌继续，所以说这其实是我恢复翻牌比较快的时间，有了键盘之后打字会快一点，没有键盘会更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恢复翻牌大概是平均多长时间。对，我自己很好奇这个平均时间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快，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很慢。垫着可能不行哦，蝴蝶结垫着可能不太行，它垫着会被压弯的，不是，就会被压扁的。对，我要把头发顺过来，头发有一点点的妨碍到，它好热。开始工作的人感觉很容易变热。是的，我打字就是很不标准，很习惯只用这只手，所以我的这只手就是按照网友小说的话，就是上面现在左修东神之右手和废物左手。我在回复翻牌哦，直播回复翻牌的打字。对，其有用吗？有用就好。感觉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使用，刷抖音的时候一个评论区能看到好多呢。或者换个角度说，果然现在大家都进入了懒得认识新鲜的人，却在渴望能
限内，他的渴望能得到共度余生的人。等待接触新鲜事物，阶段找对象全靠头像玄学。不管什么方式能舒缓到情绪就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里照顾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同时也不要忘记多多注意身体本身的安全和健康就好了。要喝水，有些调节方式我觉得也不能太过依赖。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调节的方式无声无息地安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刻意地去引导心情变好，这样慢慢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是需要刻意改善这件事情的。下一条，下一条，谢谢风雪夜归人的玫瑰花，谢谢风雪夜归人，晚安哦。你们后面没有空间啦，弹钢琴可以试试打，弹钢琴可以试试打是什么意思？我没太看懂一眼。亮着橘黄的小灯看直播，哎，真不错。谢谢大科学家的恶魔头饰，谢谢。恶魔头饰，可我这里没有恶魔头饰，我有一个这个。我会翻牌的时候把它加在这儿吧，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但是应该看不太到，就是除非我这样子，这样过来你们才能看到这个，对吧？搞笑啊，早上好，谢谢药川的糖果，对这个东西，啊，我知道了，这样子 OK 吧，这样 OK。 安宝，我来听对面直播了，欢迎。继续，我这个笑死我了！谢谢一二三，谢谢一二三的玫瑰花。文科生会忽略一些茧啊，不要在意。添加，你好哦。我有印象，而且其实因为在回复这一条的时候你也出现了。今天晚上的直播4:55是你自己在看我回复你翻牌的这么一个过程哦。好可爱呀、啊。能被人注视着去记录每个人的记忆，我觉得不是蛮宝贵的。因为人生也就那么多，蛮对的，人生也就那么多，不要用来记录自己认为值得的和重要。精力和时间来全心全
好歹我是水瓶座，不可能跟不上你的话题。30度不如不开。给我安利了一个舞台，我要去看一眼这个舞台，对不对？我要去看一眼这个舞台，所以大家要稍微等一下我，让我们稍微中断一下音乐，去看一眼这个舞台。放心，不是很炸的舞台，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适合睡觉。嗯。好厉害的控制力哦。哇，是仙女吧？
好惊艳。表现力好强哦，太强了，好强，太强了，太强了，哇塞，朋友们，好的舞台看完是会让你觉得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啊，怎么了，口水就擦一擦了，怎么了，就口水擦一擦了，真的是，是木偶哦。记得喝水。叮咚，小五来啦！看到人世，看到人间的相逢、相遇和离别，就算是毫不相关的。与自己相关，故事也多少，也多少会被触动。这里好像从来。的人嘛，所以别讲自己是话痨了嘛。
不过同样的，能听到不带功利心的剖析自己是一件非常……不是不怎么样的都说，还有一句谢谢。静姐不是在讲述情形，而是表达情绪。我有从你的文字当中读出非常想要收藏起来难以复刻的只有你的人生会需要按照你走过的人生做出选择才能有的独特谢谢你把这种人生藏起来，满足了我这个故事方面饕餮怪。你有的不是影子，而是从未离开的。离开过你的少年，你有的不是影子，少年从未离开。这你说的没错，这样的感叹也是我处在你这个阶段里经常有的，在平凡其实因为过于透明看不过世界，人们要做一个完美或完美加害者，真的越来越难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样的人，也不必苛求我们一定要
做一个有，我们一定要活在只有黑色和白色的世界。世界之所以非常立体又迷人，是因为由素描的黑白灰组成。这样的世界，我所说的并不是希望不要恪守你目前所珍视且遵守的一切，而是想让你在遵守之余慢慢去体会那些灰色的人性的部分。有所拒绝，选择重要的东西，选择重要的东西作为价值观的标准，成长为一个能够让我一个自己心理完善的有行为准则的人。这一步其实很难，但是是有必要去做的，所以一起加油吧。说实话，我认清楚这个世界不只是黑色和白色，也用了好多好多头破血流的夜晚，所以可能会很疼，但是我会陪着你。成长，下一个，叮咚，小屋来了。你说的愉快又不愉快，我觉得算是可以。身体出现了状况，当然是不愉快的，但是扛着身体的极限压力去为喜欢的事情竭尽所能，声嘶力竭的应援，大概会有一种又发炎的智齿大快朵颐的啃骨头感觉吧。
时候的你又要为现在在剧场声嘶力竭不顾身体情况的你负责任了。冤，世间万物果然是个花，人类是不会以史为鉴，不过也正是这样才能表明喜欢的事物的珍贵。无论如何，既然喜欢的事物如此重要，不妨让我们的眼睛更专注一些。那些隐藏在月亮背面的脏东西不要看，只会让未来留下不愉快的回忆的事情不要做。如果人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月亮可能也不会这么耀眼而好。不过，光明果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多少有是相生久。互相衬托存在，但是你可以始终保留有选择只看月亮正面的权利。我也会更注意作息的。人类不会以史为鉴，但是我还有想要多陪大家几年的私心来。那么有机会的话会期待见面的，请留一点体力在那个时候来喊出我的名字可以吗？是逻辑哦，是逻辑。谢谢黄油在黄锅里环游的巧克力，谢谢武汉的狗腿子的巧克力，谢谢。在翻牌，主播没有在写文哦。我动一下手吧，你们猜我回复了多少了？马上是一个小时了，开播开始回复到现在，可能是有。至少50分钟有了吧，现在50分钟肯定有了，回了9条，回了8条，那我一个小时应该能回到9条，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提问已至小5000了，99条翻牌，一天能不能翻完呢？孩子已经快饿死了，太太给点粮吧。啊，正确的取粮方式可以看我口袋最近发的图片，是封面图的下半张，对不对？是封面图的下半张，可以去看看。期待这位朋友，你如果还在的话可以看完回来给个，就是类似于，不是，就是给个想法或者评价什么，我还挺好奇的。
对，正确的方式捡垃圾。哎，我怎么会割？我才不会割。想看小五写的文了啊，好难哦。这个，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想看凉啊、文啊什么的，可能不太有。但是如果大家想吃鸡腿的话，我这里还是可以稍微供应一下的。如果嫌太油腻的话呢，主播这里有鸡腿哦，有大鸡腿子。如果嫌这个大鸡腿子是有点太油腻的话呢，对，主播这里还有薯条。哦，这个鸡腿略微敏感了些，我把它拿走。谢谢0123大科学家的南瓜派对，但是我这真的没有南瓜的东西耶，我拿这个看起来像南瓜的曲奇代替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狗腿子的巧克力。薯条还没软吗？没有哦，这个薯条很坚硬，它们背后都有钢铁作为支撑。这个也是，我很喜欢一些拟物的小东西嘛，想不到吧？你没有暗示，我拿起来才注意到。打起来给你们看才留意的，这还有鸡翅呢，这还有鸡翅呢，朋友们，这还有鸡翅，神奇吧？还有棉花糖，软乎乎软乎乎的棉花糖，喜欢吗？我们可以换个光线，然后换种心情继续。就是说，我的那个什么，就是说，我刚说要换个颜色，换种心情，然后我找不到我的遥控器了，找到了，好。去睡啦，晚安。是你喜欢的队赢了吧？开心点哦。用抽屉拉着来吃着手抽。哇哦，哇，这感觉！十年王者3443，好久不见。哇，那我要替他们好好祈祷一下。这个直播间的灯光一下子奇怪了起来，还是这个吧，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可以再暖黄一点，对，就这样。抽屉拉出来是吧？下次整个手托吧。好，那我就拿抽屉来当个手托好了。已经开始拆书了，真不错。
亮。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拥有自己的感觉。至于化妆这件事情的话，你要明白，我其实也是一个初学没多久，刚开始学会没多久，但是目前为止很有用的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化妆教程，不要盲目的相信化妆教程，不要盲目的学到思路和技巧，真。对症下药远强过远远受我照搬，掉分吧，我要稍微活动一下手，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免得你们可能都睡着了什么的。所以我打算呀，对镜直播。虽然这个镜怎么对的这么奇怪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个光换一下，这个一道红光的，这也太诡异了。算了，关了吧。选择恐惧症，正在挑选双十一。啊，选恐，选恐太难了，我了解。你的痛苦，我有点亲身了解的感觉。对我来说，选恐也是挺麻烦的一个问题。是眼镜小女，因为是卷发吧，你知道吗？今天姐姐说小五给你做个卷发，我说好的，做卷发。然后姐姐说你要披着吗？我说对啊，就披着。姐姐说你确定吗？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熟女了？她说我这样太熟女了，朋友们。就是能不能看到这个卷，我得开个灯你们才能看见，我觉得。等一下，谢谢卡家的糖果，谢谢。已经不短了，我怎么觉得这灯开了你们更看不见了呢？是熟女啦，不是淑女。谢谢黄油在黄锅里黄油的糖果，谢谢。但是这个就这样吧，这样子感觉看得清一点。你看，我头发已经很长很长了。DJ 抓的币不行，少女偶像不能半夜在宿舍里面抓币。
少女偶像可以扮演夹子音，不行吗？夹子音算什么？怕是没有见过更可怕的吧。没有，没有在蹦迪，听我解释啊。就是开了个灯，这个灯不知道怎么，就是现在这状况了。我们冷静一点好吧，这个光怎么样？不行，差人就要沐浴绿光。哇哦，这个紫光，这紫光让我有一种最适合人脸的应该是这种光线吧。今天又看到汽车偶像，啊，不是故意的吗？好，早安。确实，感觉就是唯一了起来。是对着镜子播的，是在镜子里跟大家说说话。哇，你们真睡着了，对吧？真睡着了，谁陪我熬夜啊？所以我不准你们睡啊。知道这是在好好玩。谢谢小奥的巧克力。键盘手困，键盘手现在有点疲惫。十一月快乐，但不能睡哦。今天我想把饭牌再多回合再睡。再过两个月就新年了，真的耶！时间过得好快，有点不怕水煮，不太想喝。一会儿出去拿吧，稍微过一下下，我出去拿水。我老觉得这个直播镜头针对我。大家一般是发文字翻拍比较多，想让我紧急回的话，就会发语音，大概是这个样子吧。OK， 休息了一首歌的时间，那我继续工作了。效率不会降低吗？效率会降低，但事情得做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如果我困到我觉得我开始胡言乱语的话，我就会停下。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 rap 的歌手，他说过，他为什么不 freestyle？ 他说我不想胡说八道。我当然不是人家别人 freestyle 都是在胡说八道，我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已经在瞎讲了，那我就停止，立刻停止。所以可以放心，好吧，放心。如果觉得我瞎讲了，我就立刻停止。寒夜，客来茶当酒。
因为这一点，十一月对斯莱特林的好感分加三。我知道这个词儿，是因为我的母亲是医生啊，多少对一些医学名词算是有耳濡目染，但是具体论到什么病症对应什么，就真的完全不了解。引流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疼，能坚持好转的你真的超级了不起，加油哦。是不是把私密翻盘的内容暴露了？不会吧，你们又不会给我，又不会讲大家的 ID， 我也不会把私密翻盘的内容读出来，我只是在打字的时候说我自己的话，然后重要的话还消音，应该还好吧。到现在为止，除了当事人自己可能会听出来他觉得有点像是在回复他，其他人应该会觉得没啥。其实我本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就尽量恋爱难题啊，这种完全纸上谈兵的回答，真是我敢回你也敢听吗？赛跑的时候沿途风景一点也不美好，赛跑的时候沿途全都是加油鼓劲的选手，加油鼓劲的家人，一点不美好。坐火车，坐火车的沿途风景，坐火车去日照，坐火车去青岛的沿途风景也很美好，所以稍微注重一些现在回应吧。喜欢是值得被坚持的，朋友们，喜欢什么人一定要坚持哦。
这是真的，就是你说我喜欢他，但是我老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你说我是不是放弃比较好啊？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一个人决定说打咩，这不就等于把人家的路给堵死了吗？两个人共同做出离婚与否的决定，结果你一个人在开始之前你就说不，我不要开始，这其实就会很让人难过。对，所以喜欢是两个人的事情，千万不要擅自说啊，我配不上他，我要放弃，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想法就输了，说不定是一些推拉，那就有意思了。推拉为什么要发给我？是为了秀恩爱吗？我在这里正儿八经的回答恋爱问题，结果是来秀恩爱的吗？你看到了吗？这个拳头缓慢升起。太神奇了。哎呀，不是让你们不放弃喜欢我什么的。哎，笨蛋嘛，真是笨蛋。遇到喜欢的人也不要光会说笨蛋。对。哎，我暗示你们，真的是，哎呦。你们好容易对号入座啊，各位，你们好容易对号入座哦，大半夜的，又是到了容易对号入座的季节了吗？嗯，说的不是你们啊，你们这么想的话，哎，你要那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我都说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反正该解释的我都解释过了，信不信随便你吧。小屁孩居然知道别人恋爱，小屁孩，哼，神奇。大半夜大秋天就适合对号入座。是啊，渣男语气。请快打，朋友们！不不不不不不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没有在直播写文哦。博仔这么能熬夜，为啥发量还这么多？发量少吗我？什么恶人先告状？我刚才回翻牌，我说，朋友们要注意身体，酒少喝，注意肠胃和肝，实在不行就找人照顾照顾自己。
毕竟小五的应援会那么大，饭头那么多。正好回到这里。白日梦患者什么意思啊？这里有一个拳头冉冉升起，今天的天气sunny，因为小五的拳头冉冉升起。小陈说我要陪他打游戏，替我出援会。哇，好狠！原来你们是这样的关系，原来不过是这样的游戏交易的关系。磕错了，朋友们 ，CP 毕业了，不磕了，删除这些回复都删除吧。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笑死我了。好，继续。第一波的11条翻牌回完了，继续继续。我也不知道什么游戏，我觉得很离谱。对，就是小五在这里吭哧吭哧探讨人生，沉浸在大家翻牌的海洋当中。有些人在游戏里面撕心裂肺，卿卿我我，天昏地暗，山崩地裂，山盟海誓，日月无光，支离破碎，破镜重圆，爱恨纠缠，冤冤相报。我不理解，姐也不理我。再是保存大家的翻牌，然后准备继续。叫米娜 ，Best Friend Remix。我在想，如果拿这个声音唱，叫米娜 ，Best Friend Remix， 准的就很神奇。我要换个滤镜，还有和我一起砸键盘的，哇，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有感觉了？这样一看，是不是更有感觉了？换了个滤镜之后。哪个滤镜好看呀？哇，哎，朋友们，我该到了。朋友们，你知道我的键盘什么型号？罗技什么什么48，我个人比较偏好48，有什么东西有48，都会先买这个48码的，除了鞋子。对，这个是奶油，这个是青春啊，奶油给大家看看，这个是青春，这个是清新。这个是秋田，这个是莫奈，哇，好有感觉。这个是暗夜，哇，暗夜很有感觉，很适合这大半夜用。好，真君晚安。这个是胶片，哎，胶片也好有感觉。这个是落日，哇哦，好有氛围感，这个落日灯配这个真绝。然后这个是琉璃，这个是星云。朋友们，我可算了解为什么平时我们直播的时候一打开这个美颜就感觉特别，这个一打开这个滤镜就感觉特别不是人用的，原来它真的不是给人用的，它肯定是照着我们的哥哥，肯定是照着这种东西来设计的，但它根本不是给人用的。好像在陪女朋友逛衣服，感觉都差不多，说的好像自己有女朋友一样。你们要珍惜我这种金曲当前还敢怼粉的小偶像好吗？这说明我对我们的关系特别有自信。你们要珍惜我这种玩笑，说明我对大家特别有自信，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能扛过这种玩笑，对不对？真的是，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这话如果是别的 ID 打出来我信，但这话从一个 ID 叫白日梦患者的这里发出来，我就觉得多少我有点
我有点不相信。对，朋友们，发言的 ID 也很重要的，你发言的姿势也很重要。我对白日梦患者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听我解释，我没有偏见。我怎么就气急败坏了？你看这个叉子，我怎么就气急败坏了？我，你叉叉，等等，等等，怎么了？敲哪个？我重点在这里。这么热吗？我热。你开热空调啊？我开的是热空调。你开热空调？我开的是热空调。你不热吗？我开的是热空调，可我开25度热空调，25度也算热空调？好热啊！你们房间为什么热空调？感到一股热气啊！哎，真的有小太阳，这个上面是、啊、怎么回事？怪不得是染子哥回来了，中心的空调都变热了，我不理解。主播还啥时候能长脑子？你们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我就什么时候长脑子。如果你们找不到女朋友，我也长不了脑子，我们就纠缠在一起好了。真的是，没关系。等等，虽然这个叉子上沾了点油，但是这不妨碍它还是一把精致的叉子。我看你们就是。太拎不清楚我们当中的位置了，我要给你们提神醒脑啊！看到我的手语吗？我的手语很专业。谁说这小短手口袋带王？带王在哪里？带王为什么不给我出一个拉长手的特效？这怎么就是小短手了？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看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一辈子也读不了万卷书，几天就能行完。对不起，我怎么觉得好像反了，好像应该是骂我自己，我一辈子也读不了万卷书，但是你们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天就能行万里路。我一辈子也跳不了一万场公演，你们一天就能行万里路，你们一天就能转退一万次。我一辈子也跳不了一万场公演，你们一天就能转退一万次。小陈晚安，早点休息。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不停转推都是为了你好，在我的直播就要听我的话，安全检查都是为了你好，看我的直播就要听我的话，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转推一万次不如单推一个人。好，我真的是创作型歌手。我真的是创作型歌手，朋友，我真的创作型歌手，有那么多小偶像可以转推吗？
放心，如果你把眼光放很大的话，这个世界的偶像多得很。爱情也一样，哼，想多了，爱情可不一样。偶像这个东西，你犯或不犯，它就在那里。爱情这个东西，有些人一辈子都踩不到一回。嗯，好了，我要发表深夜抱怨了，朋友们，爱情本质上是跟狗屎一样的东西，就跟路上的狗屎一样的东西。有些人一辈子踩不到一次，觉得很莫名其妙；有些人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踩到了，然后有些人动不动一段时间经常踩狗屎，你看，对吧？我没有骂，我是在举例子，我是在举例子，我是在形容，对不对？感觉在骂我，不要有特殊的想法，不要有特殊的想法。不要特殊的想法，不是那个意思啦，朋友们，不是那个意思啦。再相亲了，但是朋友们，如果把爱情比喻为狗屎的话，这就不对吧？那相亲岂不是说你是在满大街的找狗？这不合适吧？我虽然也不想这么说我的单推王，但是我说我单推王满大街找狗，好像也不合适。对不对？我思路真的很奇怪。那结婚呢？结婚就是，对，结婚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少女偶像脑子不到结婚那一步，我根本想不到结婚这个东西。对于目前的我来说，确实这个样子的。我不理解，如果有人知道，就是你们走在街上踩到了之后，你们怎么处理的，可以告诉我，那可能就是你们结婚的步骤。对。我在整理拍立得，你注意你的言辞。火炬在旁边的，哇哦，哇哦，哇哦，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你看，明显我的单腿王已经找到他的狗了。有些人的 ID 叫做吴伯涵的狗腿子，实际上是谁的我就不说了，太明显了。你们何苦要为难我？你们何苦为难我？我只不过是一个贫病交加，贫病交加，贫病交加，贫嘴，然后多少有点那个大病。对，我只不过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小女子罢了。对呀，贫病交加，贫嘴，而且多少有点那个大病，贫病交加，怎么了？有些人骂我，有些人说爬，有些人不是这么说的，有些人当时电话的时候可是说小五真甜，有些人真的不是现在这么严的。我当时说未来青年办能不能帮你严我一次，果然有些人不用青年办马上就变严了。幸好我没说，你现在说也不晚，你女朋友的照片已经寄过来了。我现在，你现在撤回倒是已经晚了，对。我也觉得我很甜，嗯，我超甜，朋友们，我超甜。众所周知，吴伯涵像这个，啊，这个东西一直是歪的，你们不难受吗？这东西刚刚一直是歪的，你们不难受吗？老天爷，现在正了吧，应该。要不我填一下，安慰一下你们，怎么填呢？我得想一想，怎么填呢？怎么填呢？怎么填呢？你们发现了吗？我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做这个动作，这手哪里短了？我刚刚开始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什么搓泥呀？什么东西？手上有灰？哪里有灰？哪里有灰？
我这手很适合用来搓澡。那你们搓个什么搓？你们搓个什么搓？你们搓个红酒搓，还是搓个什么啤酒搓？放心，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这里酒精类的一概不准搓，因为你们全部都是未成年。哼，今天我就是澡堂子里面的。今天做发型的时候，姐姐说我是熟女，就这个发型很熟，成熟的熟。今天呢，你们看着这个头发，想象一下，我就是澡堂子里面的熟女搓澡阿姨，熟女阿姨，熟女搓澡阿姨，然后非常熟，熟到什么程度呢？就你们在我这里都是未成年啊！今天来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想要什么呢？红酒搓，这个什么啤酒搓，还是这个白酒搓，还是这个核桃王搓，还是这个什么五粮液搓，还是什么茅台搓？哎呦，茅台搓最近可不行，茅台最近价格，哎呀，那个飞涨啊！但是你如果悄悄的跟姨说啊，你悄悄的跟姨说，就说你朋友来，你想显摆显摆，阿姨就把那个五粮液倒到茅台的那个瓶子里啊，给你拿出去，也算你这个茅台搓的价钱的一半，但是这个档次啊，妥妥的上去了，是不是啊？啊，这位阿姨等你一米七了才说吧，挺好，挺好。阿姨挺难过的，你们来搓澡，在阿姨跟前都是躺着的，有什么阿姨的身高重要吗？你们躺着都，反正不管怎么着都比阿姨矮，阿姨的身高重要吗？来个芋泥奶茶波波搓，没有芋泥，没有奶茶，没有搓，只有阿姨的波波，嗯，波波。好了，我结束了。刚刚这什么搓？波波搓。刚刚是波波搓。你搞的啊？为什么要走？别走，别走，等等，我还有最后一招。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走的。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在这里，你们就一定不会走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挽回你们。等我一下。怎么都差点没给送走呢？这可是教父，这是教父的音乐，这是教父的音乐。我在给各位尽孝呢，怎么能打扰我？这是教父的背景音乐，还好不是卡祖笛。怎么，你是在提醒我吗？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好像在提醒我。求我就不吹，万圣夜你一个人不怕吗？我又不是一个人啊，这不是有你们在吗？求我我就不吹，求我，现在立刻马上，求我，那你吹吧，哼，我隔壁现在没人住，隔壁搬空了，为啥时候可以一键关闭？哼，吹大家一起死，朋友们。我跟你们讲，说求你了的是这个绝对善良，对，然后说随便，宝你想吹就吹的是中立善良，然后说宝你今天不吹我就把你头打歪，你自己说要吹的必须吹，这是混乱善良，然后说吹大家一起死的，这个是绝对邪恶，然后说什么吹吧，这样让我们清醒一点的是中立邪恶，然后说痛快点，给我来个痛快的，这个是混乱邪恶。说我开静音的，哼，说我开静音的是谢，我直播，你开静音，我吹卡祖笛，你出坑，这种人都是谢。让你听卡祖笛，你非不听；
让你欣赏把你和你不欣赏。给你吹笛子，你飞出坑。你叉叉。吴伯涵挤牙膏创作型歌手。我不挽留一下出坑粉丝吗？不啊，因为我的粉丝根本就没有出坑的，我干什么要挽留根本不存在的人嘛？我的粉丝里根本就没有出坑的人。宇宙飞船403号，众所周知，是一艘只要飞了起来，它就不会停下航行，不会在任何星球上降落或者停靠的飞船。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谁要出坑，谁就只能离开宇宙飞船403号，纵身跳进太空。啊，你们太空跳伞吗？于是转身向太空走去，刷屏吧，刷屏吧。哎，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然后后面是什么歌词？你们知道吗？后面的歌词是什么？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但是我一直听的是刷屏吧，刷屏吧，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你们知道刷屏吧是哪儿吗？是重庆的一个地名，然后我正好住在刷屏吧的山上，我每次听这首歌特别有代入感。我说刷屏吧，刷屏吧，你给不起，于是我转身向山里走去。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沙坪吧，就这个重庆的沙坪吧，很有代入感。对，在沙坪坝那边出生的。哇，之前有个电视剧叫《沙坪坝大礼堂》，还有这电视剧呢。哇，还有这大电视剧呢，我不了解。我跟沙坪坝也还好啦，因为沙坪坝给不起，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山里生活。刷屏吧，刷屏吧，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熬不住了，好容易晚安。不是啊，我开直播不是为了让大家陪着我熬的，是为了给大家催眠的。对对对，刷屏吧是在重庆。开直播不是为了让大家陪我熬，是为了给大家催眠的。大家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心思想的那么脏啊？你看，你们这些红颜祸水，你们这些红颜祸水，一诱惑我，我这个翻牌就割下了，是不是？你们一个个太不像话了啊！1:52了，我继续翻牌了，我要回归人间打字机，仙女安慰器。再见，朋友们，我是人间勇气发声装置吴伯涵，我为我自己代言。不是这首。不是这首，等等，吓死我了！顺手点开，你才是公眼祸水，我睡觉都割下了，哈！谢谢你的夸奖。别秀自己的小爪子了，是我今年听到的最的一句话。我不用了，比过，我手大，我手比起677前辈的手还是要大稍微那么一些些的。我手真的不小啊，朋友们，我手真的不小。你比划比划，一个平板我的手能占，一个键盘我的手能占
一个空调遥控器我的手能沾。你知道吗，就是我刚看到有人在屏幕上损了我，然后我现在就要回他的翻牌，我很生气。哼，我要严他，我要好好的严他，我要严他山无棱天地合，日月无光。怎么会呢，朋友们？我特别帅气地回复了这个人一句话，我说我不是小机灵鬼，但是你在说我的手小，我就让你在万圣节，哼们，我在想，万圣节的翻牌，要不这样子吧，我给你们的称呼就是嗨死鬼。每个人万圣节被翻到的时候，我都会称呼嗨死鬼。那我肯定不是，放心吧，我瞎说的，我口嗨的。有些人。人是死鬼，那狗难道要叫死狗吗？这个听起来可没有死鬼好听，对吧？奇奇怪怪的。你最好今天清完翻牌，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鬼狗，什么东西？鬼狗。
所周知，领导选择方面唯一的硬性指标就是会摆谱，所以比起这是他们的生物特征了。不过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家里之前也在做，万圣节一定不会被死鬼带走，只会被我这个甜鬼抓到的。嘿嘿，最近其实还蛮开心的，虽然各种事情连轴转，但是这会越发让我感受到时间流逝至今的意义和我已经成为的那一类人。待机很正常哦，不过你有没有什么？不过上次握手
嘻嘻。只不过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罢了，其实没必要我打字，真的没必要我打字哈，对吧？就是你也能听到。对哦，这么一说还是不太合适的，你知道就好。我们还是，不是我们，就是你还是，好笑吗？想打字，为什么一边打字一边说话？这个就很无语啊。我这玩意儿不催眠，有人提出了反抗的声音，哼哼。没事，肯定是有人没有被催到。
谢谢黄油在黄锅里黄油的万圣夜，谢谢谢谢在万圣夜给我看到了万圣夜的你。提莫吉是恶心，恶心的意思。我哥这么远都能看到，嗯，要不然你先摘吗？你现在还不摘？没摘啊。摘呀，不摘等什么？这马上就要生了，24小时摘呀。那你先回去摘。我直接在这里摘，这样放哪里啊？手心里捧着吗？你先别跑。我越跑啊。交给弟弟药水去吧。要不我也药水拿过去。你给弟弟可以吗？你寄递过吗？我怕你浪费，很珍贵，很珍贵的眼药水，怎么啦？和谁一起住？我和一六一起住。嗯，旁边是佳姨，她刚刚过来提醒我，说我这个卡了，我便是万万没有想到。咪咪晚安。Thank you.
干嘛堵着门不让人进来？还是堵着，还是堵着好。是吧？我就是堵着去堵着去堵着去堵着。干嘛？他陪你干啥？他眼睛都那个样子，他滴个眼药水吧。你真的是跟我现在突然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了。什么跟以前一样了？你跟刚进来的时候又一样了。什么意思？没听懂。长得？你说他返老还童了？不是，是因为他的刘海又长长了，剪的又跟以前一样了。哪里有异人？是这样的，小贝来我房间了，然后哦，你可以说吧。说啊说啊，没事。小贝来我房间了，嗯，然后他。就是他来还不如不来，所以我说让佳一把门继续堵上。是吧？我就说不要让他进来打扰。对，一开始佳一堵着门不让小贝进来，我说谁啊，让他进来呗。是呗。然后佳一让小贝进来了，然后我说确实还是堵着好。你跟妈妈发了好多天没回你。就是跟我们一起15期这个什么进来的贝楚涵同学。对对对，是这样。为什么要回你？现在是16期的啊，是后辈。你见了前辈怎么不鞠躬啊？前辈好啊。哦，好的，在房间里不错，很有意识。嗯、我滴眼药水，我眼睛都红亮了，我的扣子可以扣的，你看。两只眼睛怎么都红？靠，我可能万圣节的 cosplay 兔子吧，好痛啊！兔子眼睛是黑的，这个滴上会有一点倾斜。疼啊？啊？不疼吗？不疼，是有点倾斜罢了。怎么这么红啊？你问我，我怎么？我这一戴时间太长了吧？你现在都不戴，我跟活在没人之间。上次也有这个，跳不掉吧？会疼吗？不会疼，头再痒痒，再痒痒，再痒脖子就痛了。你脖子这么长，你还怕痛啊？哎呀，你不要羡慕我脖子。滚啊！哎，我这眼药水，我稍微用点力气就戳进去，我跟你讲，温柔一点。别，闭着。转动眼球，什么感觉？有点刺痛，有点刺痛。你这个不会，我明天再看不见了吧？你如果看不见了的话，你要赔。赔什么？赔眼球。睁眼，睁不开。不会吧？啊，睁不开耶！你多闭会儿吧，多闭会儿。闭着，观察一下。你不，两只都可以闭着，你都闭着嘛，你坐着就行了。观察一下，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一般在医学上管现在这个状况叫做什么？皮试。什么皮试？我们这个叫做临床观察阶段。你现在需要观察一下，你现在滴了一只眼睛，如果难受的话，就需要观察一下。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只是什么状况。可以的话，请。能如果能睁开就睁开。滴下去就不红了吗？滴下去是什么意思？有眼药水，我有一个眼药水滴下去就不红了，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是用这只让它退红，但是对它本身没好处。这个东西可能滴下去不会立刻不红，但是会舒服一点。哎呀，不是啊，我不是医生，我这是什么病？不是，这个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兔子在万圣节的晚上一定会眼睛变红，嗜血吧？啊，狼人一定会。我变身了。小贝是谁啊？就是小贝嘛，小贝的水镯吗？看过小贝的水镯吗？说实话，在我没出道之前就欣赏过了。还有一只弟弟。我看看你眼睛，说你看。不是啊，眼球很敏感，就跟你咬破了嘴皮，然后只要不舔，然后它很快一小时内很快就停止出血，所以需要好好闭眼。哇，这只好痛！谢谢你，我真是醉了。加恩的油给加恩，我真醉了。怎么了？
然后你不及时摘梅豆。谢谢那小布丁荧光棒，谢谢谢谢科技的荧光棒，谢谢大科学家的荧光棒。各位，你们想想看，让你们投999奖励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没有投？大家没有投水竹，然后现在来问小五水竹什么时候能看？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你们让小五觉得心更冷了。我可以去帮你拍，你可以去帮我拍。你话真多，出去。好吧，那我走。我后悔了，我没有要看，能重投吗？你们三个人，这里屏幕上现在有三条消息，但是代表三种立场。大家很牛，大家很牛，放心吧，放心吧，就算投了也不会现在立刻马上的。我如果想拍就会拍，如果不想拍的话就不会拍。如果想拍的话，妈夫也拦不住我，我就是这么一个叛逆的小孩。好，太好了，第一届武博汉单推吵架大赛正式开始。哼，管理说屁了，最开始调查的时候就没有人提这个选项。拍了也不看，话不要说太满。谁不看？笑死我了。挺好，这个不看的人我现在记住了，这个不看的案例现在记住了。好点了吗？看看这边这个还是这只好痛啊，那边那个红血丝很粗一条，但是你是不是那个？你回去检查一下你那个月泡上是不是有缺口什么的？可能不是，不是，不是，划到了。是卸妆的时候，它才变红的。哎，卸妆之前要摘美瞳的，很重要。粉丝跟我讲的，很重要的。这样的吗？嗯。卸妆之前摘美瞳，不然你卸妆的时候，你在这揉搓，那美瞳就在里面，给眼球哗啦哗啦。它虽然看起来很柔软的，其实真的没那么柔软。美瞳这个东西，边缘锋利的话会很痛的。你回去看看它有没有被你这样划拉划拉弄破。虾，你离虾还，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需要努力。但如果你每天这个样子的话，可能这个距离也比较短了。好，你这个没什么问题了吧？没什么问题了，没什么问题了，去住院部交一下钱啊。你这两滴是安滴收费？微信一会儿出去扫一下二维码，加一下这个医生的微信，然后不对呀、怎么会加医生微信呢？明天和后天，对，明天和后天按时把这个情况，然后拍个照给我看，只拍眼睛就行了，不用看其他的部位，拍眼睛就可以了，给我看看。只要眼睛，只要看眼睛，这眼睛没有问题就没问题了啊！我们这个是很讲医术和医德的啊！我觉得医生不对，医生怎么会加病人微信呢？把你这个医生会加病人微信，会回访的，不然。你不知道那个里面吗？就什么来着？小时代不是，叫什么？姐妹花四个人，什么五个人？关雎尔、邱莹莹啊，那什么来着？好日子不是什么？好运来，挺好，都挺好，是不是啊？欢乐颂、啊、对吗？我就是对欢乐颂里面那个谁，许笑笑是怎么追上人家医生的？对呀、啊。就是因为提前有个加，就是这个加这个联系方式这一步啊。但是你病人的这种就是职业不是很能加微信，你不太方便加微信是吧？对对对，同性的微信也不行吗？不可以哦。你们这什么职业啊？这么神秘？你们是国安局的吗？神秘组织啊。神秘组织。哦哦，这个厉害了。你们背后有很多人呢。是，你们一般好像在那个什么柯南里面出现的比较多啊。是这个样子的。行，可以。没事，明天还要滴吗？如果不红了就不用滴了。其实我觉得你这么难受的话，可以买一个这个，然后每天滴。其实我只有今天是这样的，我以前从来不。哎，别抱侥幸心理，这个东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你戴一次这么长时间，下一次我觉得肯定大概率也会疼啊。我有在咒你，我有一种你在咒我的感觉。不是在咒你，就是我觉得你大概率也会疼，就是你戴了一次是这个样子，然后下一次可能大概也许没必很像。因为你眼睛已经受不了了，待这么久时间，你算算看，十点钟去了，戴上美瞳的，没有哦，十一点，十点半化的妆，十点半戴的美瞳，十点半戴的美瞳，现在是2:28，两点半，十点半到两点半，中间差了多少？你告诉我。别掰手指头啦！天哪，转脑壳，我想来呀，转脑壳。啊，羞啊！不是眼睛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转点脑壳的问题。你算算，嗯，你算算十点半到12个小时吗？12个小时，不对不对，
对呀、啊。16个小时啊，16个小时是吗？对，我其实想让你算10点半减去明天早10点半减去今天晚上几点？2点半，然后中间差的时间20小时再减去这个时间。但是你既然直接算上是16个小时的话，你应该也清楚你干了很久。是16个小时，是吧？弹幕说的，我不知道。脑科还要去吗？弹幕不用去脑科，你还是要去看一下。我都算出来了，你怎么不能？啊，没事，我看这个不会掉出来的，不会掉出来的，放心。好了，拜拜。没事啊，我下次有病再来。拜拜。又盼你永远不要再来。记得回我微信哦。是林佳一同学的声音。病人大半夜还要在这里给其他病人开病历，病人的病人病学医生的病人很多的，下次大家下次有病都可以来给我发饭吧，有没有骂人的意思？我这个隔空问问问切也是很准确的啊，就是说，对，我这个人我隔空问问问切也是非常准确的，对。我们是新时代的这个郎中啊，我们是新时代的郎中，受过专业的培训，隔着网络，隔着屏幕，可以通过你打字是否加标点符号，擅长用什么 emoji 图标，然后喜欢用什么这个文字，然后来测算你到底是什么病症。对，网络性望闻问切，网络江湖郎中是我本人。怎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吗？什么，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好像我觉得大家对我什么意见，或者说有什么误会，我不理解。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虽然这个光可能很奇怪。886的没意见是多少钱？下意识一句话后面就打个问号，打个句号，怎么会不会语气很严肃？也还好。也还好，妈呀，这个光太可怕了。下意识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还好，不用特别担心，问题不大。就是多删除，勤删除会有用，真的。你给我整治一下，我总是愿意用笑哭和轻轻的这两个表情啊。你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医院是比较熟悉的这个病症，这个病症呢一般称为新手父亲症。对，就是新手父亲症，一会儿被孩子逗得笑哭，然后一会儿恨不得对孩子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们的建议啊，就是要客观的看待孩子身上比较优秀的方面，要看待孩子身上比较糟糕的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溺爱你的孩子，也不要一味的去这个贬低他。对对对，然后新手父亲真的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刚开始当父亲的人啊多少都会有一点，没关系，慢慢的你这个症状就慢慢消失，对，很正常很正常。熬不住了，晚安小五，好，山河愉快，晚安。这是什么表情？向日葵和什么猴子，还有看以上三个表情的诊断意见吗？可以，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吧，相对来说会喜欢一些幽默的事物，带给你一些开心的情绪，但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患得患失，有很重要的约定，所以你想遵守，是个相对负责任的人，但是又常常因为负责任所以要钻入牛角尖，会感觉到很难过，你是个这样子的人。对，可以看看吗？医生看到了，你是闲着就是睡不着的问题，你这个就是闲着就是睡不着就睡不着，你这个就是需要开个安眠药，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现在就给你写处方，你立刻马上去门诊领安眠药，领了就睡，倒头就睡，你要是敢多吃就打你，就打你，就完蛋。常用表情前三诊断一下，你呢是比较擅长于和他人有来有回的聊天，但是你会如果跟他人意见不合的话，你不会直接说出来，你会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如果对方意识不到的话你就会离开，然后
你会用自己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挑选跟你对话的人是否合适。如果真的跟他走到不同道路上的话，你是绝对不会去多说一个字的，你会默认为这都是上天的安排和命运的选择，我果然还是适合去找更合适的朋友，类似这样的感觉。对，我说的是我和小车聊天经常这两个表情，你要不要再诊断一下？没有啊，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清楚，就没有必要我再多诊断了。我知道你们很刺激，但没想到你们这么刺激，但是就这样吧。嗯，新手父亲嘛，可以理解。你真的好适合去当算命先生，好会说。好，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就来宣传一下，明天晚上也就是万圣节，真正的万圣节，我播还要开一个塔罗牌电台，然后给大家算塔罗牌，不，塔罗牌直播会给大家算塔罗牌，然后可以来算算。当然就是玩的，当一个小游戏一样玩一玩。这个东西我觉得信则有，不信则无。当然我相信你的命都握在你自己手里，可以不来吗？可以不来吗？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可以但不建议。对，可以但不建议。可以换成斗地主吗？也可以，但是没必要。可以但没必要。对，可以抽王八吗？怎么说呢，就是好突然的切换，事都没做收到了微信消息，我要体测。朋友们，我那个什么的时候要回去体测，我这个月11月20日左右要回去体测。对，还有体检什么的。太好了，一年一度喉咙出血的日子来了，朋友们，一年一度喉咙出血的日子终于要来了。虽然很难过，但是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我也很担心让不让回去，但总得先试试再说，不然可能毕业都很麻烦。谢谢工友包的巧克力，哇，不大贵，好久不见，谢谢你的十个糖果，谢谢。大家在说什么？我愣是没有看清啊，大家在说什么？我是跑完之后我感觉喉咙像是出血了一样很难受，我是这个状况。对，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所有人，我个人是这个状况。是要穿的是应援服对吧，感觉像是喉咙出血很难受。呼吸很难，最后冲刺的时候很难不用嘴呼吸的。再搞下去就声带小节，之后的插队第一牙嗓。插队缺我这个 rap 担当吗？缺的话，我愿意为了插队献嗓。哦，不是献身，是献嗓。对对。谢谢白日梦患者的恶魔头饰，谢谢白日梦患者的糖果。换个光吧，这个光是不是很让人觉得快要瞎掉了？这样会好一点吗？
家的眼睛这种。实话，有些表白就算不答应，你难道还……你们其实……因为对他来说，现在已经没有把你当一个单纯的朋友。对了，所以就不要。考虑第二点了，谢谢朋友包的玫瑰花。我说，安，好，继续学吧，加油。谢谢车厘子小可爱的玫瑰花。对 ，B 站不是之前不是大，没得赛。谢谢张涵的晚安安。现在应该会好一点吧？这个滤镜我还是关一关吧。调过来了之后，滤镜一直没关。这样看是不是正常了？谢谢狗腿子的巧克力，谢谢。谢谢展涵的荧光棒 ，OK， 清晰了。刚刚是在把滤镜开到最大的情况下，不知道为什么转过来的时候忘记关滤镜了。
就是他的机器人。多用啊，朋友们，我就是盲打而已。夸我，开玩笑的啦。就是盲打而已。左键盘，理由不错。我是在写翻牌啊，不是在写作业。后面贴一个类似于是那种酒馆里面的标签，是莫谈国事之类的东西。秀恩爱也不会在这里秀。社会文案馆，好久没看到你了。是啊，我还不睡，再回复翻牌。
处都没再翻牌的肖像的。现在换一个 BGM 叫晨光，然后看看炸一下有多少人起来了。对，我也觉得会下星期睡着的朋友们，谢谢小布丁的荧光棒，谢谢。
朋友们，三点整了，我差不多要下播了。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之所以说的这么快呢，就是为了担心你们反应过来要跟我推拉，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赶在你们推拉之前跟你们先讲晚安的。想不到吧，今天的我是非常睿智而又聪明的我，所以晚安啦，大家早点休息哦。拜拜，好，那早点休息。